我也就这样。看我要往哪边。这边到底叫？好，那我们先请这个所有的工作团队的伙伴，以及这个许多 NGO 团体的代表，那我们大家先站到这个舞台的后方。今天是占领地面行动的第21天了。这场行动呢，就是有赖于全台湾的全部公民社会，来赋予这个行动强大的震撼性。在这地方，我首先是工作团队要对全台湾参与这场运动、关注这场运动的所有的致上深深的感谢。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宣告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认为占领地缘行动迈入第21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这个任务，取得了一个重要的进展。它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受制到过去的政治的人物，不用受制于过去的政治的模式，不用受制于国际的强权来展示我们的命运。在这个地方，我们认知到所谓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主权，已经真真正正的落实为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生活的经验。当然，我们明白所有人都对运动有不同的想象跟期待，但在面对盘点目前的运动的成果之后，我们要正式的宣布，这场学生运动的动能已经累积到强大到它可以转化成一场全民的运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所有全国的青年要进军社会，要转守为攻，到台湾全台湾各地播种，来进行我们下一波行动的行动。首先，我们要先针对这场运动的所有的成果的盘点，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针对四大诉求，我们来说明现在目前已有的成果。第一点，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的法制化，一直我们各所诉求的重点。目前的状况是，民间版本草案已经送至议事处，已经完整的提案和联署送至议事处。另外一方面，行政院也已经在这一波的民意的压力之下，终于提出了他们行政院版本的草案。同时，国民党团已经承诺，将会在接下来的程序委员会当中，让各党每赋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全民的设定跟成就。因为过去国民党团已经在程序委员会打了这个两岸协议监督的法律，已经打了108次，是因为在这个时刻，我们努力让他们终于就范。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重申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坚持的5大立法原则，包括公民参与，包括国会监督、人权保障、资讯公开以及政府负责。这是我们对第一点诉求，两岸协议监督的法制化所盘点的目前的成果。第二点，我们的成果，我们的诉求是先立法再审查。众所周知，在昨天，黄金武院长也公开的承诺，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草案完成立法之前，将会召开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相关的协商。黄金武做出了这个政治承诺，事实上也就实质的在立院的程序上面回应了我们的先立法再审查的诉求，所以在昨天我们也讲过，它是一个重大的进展。第三点，我们的诉求是召开公民宪政会议。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这两天我们已经在场外进行了这公民宪政会议的草根的论坛。同时，我们还要接下来持续来推动公民宪政会议的推动论坛，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运动的期限当中，能够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去持续推动我们宪政改革动力。第四点，退回服贸，我们要求
行政院能够撤案。但事实上，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在3月24号立法院联席委员会上面，事实上已经做成了决议，要求行政院能撤回服务贸易协议，同时重启谈判。但这个决议还有待院会处理。这是我们以上对于四点诉求的人所做的总盘点。当然，我们事实上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也许在一场里面的同学并没有感觉，因为我们没有网络可以或是可以看到相当多的资讯。但事实上，这场运动这20天来，我们已经扭转了许多我们过去所没有想象过的东西。它比目前的四点诉求还更加的惊人。首先，第一点，在国内的层次上面，我看到自从2008年马政府上台以来，马政府的专断国权、破坏法治、破坏人权，造成民主倒退这个现象，它显示出这一次的服贸协议事件，不过是这一整个过程的冰山的一角。学生跟无数的公民团体以及全台湾的公民，在这个时刻站出来挺身而出，不但阻止了马政府要强行推动服贸协议这样的一个进程，同时也凸显了马政府事实上完全的丧失了他的统治的正当性，更进一步的很重要的在揭露过去几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国共两党之间在发展的密室谈判、密室交易这样的一个交往方式。我们这个运动已经正式的宣告，从此以后这样的交谈方式、这样的交往的方式、这样的国共两党之间来代为决定、来残害人民利益的做法，已经正式宣告破局。人民站出来，正式向他们宣告说：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正式的向国共两党宣告，我们才是这块岛屿的主人，这个土地上的人民有权利来决定我们的将来。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运动已经有超过15个国家的主要的媒体，包括 NHK、包括每日新闻、朝日新闻、BBC、CNN 各个国际媒体的报道，所有的媒体加起来至少超过60家，包括大媒体、主流媒体以及独立媒体的报道。这场运动不止受到国际广泛的关注，而且也让长期在影响台湾、在决定台湾的政治走向的国际的强权感到震撼。包括中国，中国在面对这场运动之后，他们已经正式的宣告将会对台湾的对台的政治工作进行全盘的检讨，甚至停止了4月份即将进行来台湾进行的政治工作。包括美国，我们让他看见台湾人正在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这场运动已经引起了美国的进一步的反应。这样的行动让这些国际强权知道，也让我们台湾人自己知道，过去几年来，甚至过去400年来，台湾人作为一个在国际强权的宰制之下无所动弹的一个处境，但今天我们的行动告诉这些国际的强权，告诉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不只可以作为，我们不只是只能作为一个国际强权之下受到摆布，我们不只是活在一个异国的边缘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岛屿。今天我们人民的意志已经告诉这些国际强权，我们已经展示，我们不甘于受到你们的责任，不甘于受制于你的规则，我们要自己参与定定这个互动的规则。当然，以上这些成果，包括我们的诉求，包括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所引起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在20天前，当我们面对场外只有10几个人静坐抗议服贸协议的强行通过，只有100-200人参加这场，甚至没什么人知道的反服贸的这个晚会的时候，在那个晚上20天前。这是我们没有想过可能会有这样的成果。当然，我们也不会幼稚到像很多朋友所提醒，我们不会幼稚到以为这些成果就已经加入下来，
这些职务在未来都可能会兑现，都必然会兑现，我不会幼稚到这样的一面。但是面对现在的运动处境，这是我们所盘点过后，我们工作团队对于线下运动发展态势所做出的负责任的判断。我们所做出的负责任的判断，就是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转守为攻，进军社会，将我们动能转化为对以上这些成果的进一步的监督与深化。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讨论我们下一波运动的进程会是什么。我们至少有三大战线，包括第一大战线，就是即将到来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审查。我们要求的民间版本所提及的五大原则，必须要设法的落实在立法过程当中。第二个战线是服贸的审查，在立法完成之后进行服贸审查时，也是我们下一波的主要战场的开始。第三波战线是公民宪政会议的召开，是我们主要希望能够让全台湾的人民能够共同来探讨造成这一次政治僵局、这个宪政僵局的主要的根结点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们的第三条战线。我们实际的作为包括公民宪政会议，我们将会持续到全国来召开各地的草根会议以及推动会议，包括服贸协议的审查以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监督、立法的监督，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施压跟行动。这些施压跟行动当然不可能单靠着松散的个人来完成，而必须要仰赖进一步的组织化。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正式的跟各位宣告，我们将会开始进行进一步的组织化的行动。我们希望让50万人的力量能够转化为一个能够坚持作战的组织精兵。这个组织包括目前其实已经在进行当中，一群中南部的同学他们组成的民主学生黑潮联盟，在近几天已经看到他们在四个立委的选区号召游行，对立委的施压，希望他们回应的诉求，每一场都有上千人的群众去呼应这样的行动，显见台湾社会的动能还非常强大。而接下来我们会希望跟目前已经成立的各个运动团体，目前在这个运动当中所成立起来的联盟，能够进一步的结盟跟组织。这是我们接下来主要的希望承继这波运动的所有动能以及行动方案非常重要的目标。当然在我们从我们走出医院期间到我们完成组织化这段期间，既有的工作团队也会负起责任，持续的要求立委、国会及马政府两件事情。也就是第一点，我们要求立委能够来恪尽职责的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工作，同时我们要求这个民间团这个在民间版的监督条例立法过程当中能够去纳入这个立法的原则，并且我们也要尽可能监督，尽我们全力的监督，让毛金平所做出的承诺要成为一张废纸。我们要强烈要求朝野党团能够在落实宪法或审查的原则，这是我们持续要努力的目标。最后，我们要跟各位宣告，我们走出一场时间会在礼拜四下午6点。我们邀请全台湾曾经参与过这场行动及关注这场行动、支持这场行动的朋友，能够在礼拜四下午6点再次聚集立法院，来与异场走出的这些已经坚守20天的同学共同进军社会，让我们一起转守为攻，前进社会。那我们也欢迎台湾各地支持这场运动的朋友，能够与我们遥相呼应，在各地的选区，对于那个选区已经背离民心、服从党的国民党的立委，进一步的监督跟施压。很多人说，走出这个异场，你们是不是就失去了运动的筹码？但事实上，就如同我们所说的，事实上我们所获知的动能，
就让我相信最近可以从一场学生运动扩大成一场遍地开花的全民的运动。我们并不害怕失去这个我们现在所做着的实体的立场，因为我们相信现在整个社会都已经成为全民的立场。谢谢大家。